下一首歌是我们第一次表演，是我的新歌。这首歌叫《金黄色的》，那它的各种资讯呢，会在从今天开始的这一个礼拜，陆陆续续的让大家可以看到。那现在呢，《金黄色的》这首歌对我来说是很私密的作品，这样，对，当然感谢制作人老王，他最后变成一首很大的作品，对，但我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感觉到他想要传达的意念，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金黄色的，是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挣扎，而在今天成为了某个片刻，成为了金黄色的我们。那今天呢，如果大家喜欢这首歌的话，我非常欢迎在这首歌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帮我拍，然后 tag。金黄色的，但我觉得你们可以自由发挥。对你们来讲，什么是金黄色的呢？我也蛮想知道的。对我来说，现在这是一个金黄色的片刻，也好赞哦。就是这样子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。然后我现在很紧张。